个问题，那我来问，然后我们请仔仔来挑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接下来我要问第一个，这个我觉得答不对的话，我真的就是要打屁股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大概等一下那个小麦啤酒可能要现场自干十罐。好，来，请问一下，小麦啤酒的代言人是谁？啊，这个答不对，可能不止干十罐，要干十箱。好，我选，我选。那等一下你帮我送礼物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来，准备好了，数到三，举手的时候，请大喊“我爱台啤”，还是要大喊“我爱仔仔”？我爱仔仔，我爱台啤，我爱台啤，好不好？我爱台啤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。我爱台啤。谁比较爱台啤？小麦啤酒的广告词是什么呢？啊，小麦啤酒的广告词，我们两个闪得特别开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两个闪得特别开，那个如果突然出现的时候，可能手还会情不自禁的稍微比一下，有没有？哎，我们那个有没有？这其实特别大的一个特别大的 pass 在旁边。四个字啊，那个麦一直在动，会不会有人读到最下排？喝酒不开车哦。那五十字真言，喝酒不开车，安全有保障。好，来，大家知道了哦。好来，一样啊，数到三，举手，请大喊我爱台啤，好不好？帮你挑一位真的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朋友，真的吗？从日本来的朋友，好不好？这一位，来来来，哦，你会讲中文吗？我才是，我，哦，糟糕，他会讲中文吗？奶奶奶，你到前面来。找个朋友帮他吧。从日本来的 Japanese， 请问你这个四个字叫做城市脉动都是的。来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亲戚吗？啊，这是打手啊。好，来奶奶，你帮他翻译，这四个字你会念吗？不会。你也不会。相信你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念他跟陈启念好了，好不好？六个字，学他。哎，你看到？享受，是啊，你享受，哇！城市脉动，城市脉动。怎么这么好？我也要，不是，不行，哎，我觉得怎么站那一区比站这区好嘞？接下来，好啊，这个呢，我觉得是属于比较自由开放题。那刚刚仔仔也
我们周玉明有稍微分享了一下，请问喝小麦啤酒的感觉，哦，这个要自由开放题了，你可以讲一下你喝小麦啤酒的感觉是什么？好吧，好，来，我们再选一位哦，这个也是最后一位了。那等一下呢，这一位最后一位讲完之后呢，问完之后，我们要来做一个全场大合照，我们让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跟我们仔仔来合照到，好不好？好，最后一个问题哦，数到三举手，请大喊我爱台啤，准备好了哦。很紧张哦，脑筋快充血了，对不对？三，然后只有这边的人记得嘞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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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我不会又跳到一个不会讲中文的吧？你会讲中文吗？主持人第一次在台上把自己一直逼入绝境，那也安内嘞啊。请问小麦啤酒好喝吗？おいしいです。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おいしい，好吃好吃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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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好吃好吃。啊，好险我日文还可以一点。怎么会这样？哈哈哈。那后面不是我家的，他们自己太自动了。所以你真的是很爱挖坑给自己跳。我不知道他是从日本来的。真的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我们要来做一个全场大合照的动作了，好不好？